江门市振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，是一家自主研发及生产的 PS 扩散板厂商。公司秉承不以低价取悦客户，以品质服务获得尊重的核心价值观服务客户，在众多同类型企业中脱颖而出，在市场上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。公司目前生产的主要产品为 PS 扩散板，适用于侧发光面板灯、底发光面板灯、办公灯、筒灯等众多领域。产品规格包含全系列0.5毫米至3.0毫米厚度板材，可依据客户需求调整透光率参数，从32至82为客户提供适配样品，日产量高达10万片，产品出口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，本公司拒绝使用回收料、破碎料掺杂生产，并与聚苯乙烯塑料粒子厂商签订供货协议，以求每批次产品达到一致的效果。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洽谈合作。